你干嘛？想亲就亲，哪有那么多扭扭捏捏？我饿了，我去厨房弄点吃的。 静姐，李克，你死人啊！不会把我扶起来？这大晚上的，我是你姐夫，不太好吧？你这是怎么了？饿的，给我点吃的就好。哦哦，你这大半夜。 办什么恶刺鬼的？要你管！你今天遇到我的事，不要跟任何人说。看我心情吧。小姨子和姐夫深夜幽会，你就不怕有什么闲言闲语？ 传到我阿紫耳里，松香。哎，嗯，若若。 明天我回趟李家。怎么，嫌我这儿的太太硬了，睡不下你啊？怎么会呢？我去跟李家断干净。断干净？对啊。这次狐仙的事情啊，虽说是四叔意图侵吞家产，但是我那个继母没少从中掺和。他不就是想要李家吗？给他。可是，哎，别可是了，我已经决定了。